宋老师，你好，我是王老师推荐来补英文的，你叫什么？徐子阳。好，男生坐这儿吧。我是女生。好，坐吧。你坐我这儿吧，我这儿没人。我们今天先来做做去年的这个统考题，看看你们的英文水平现在怎么样。不用紧张啊，这是去年的卷子，别着急，慢慢做。放暑假还要补习，真是没天理了。我叫张静茹，你呢？我叫徐子阳，是吗？你怎么那么害羞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和人打交道。那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，谁会喜欢我啊？你长得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没人喜欢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My name is Lily。 你都学会抢答了。哎呀，本来没吓着，被你吓死了。子阳，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往这走呢。你快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把手给我，把手伸过来。在哪儿？其实我吧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跟其他女孩不一样。反正就挺想跟你说话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那什么，那什么。你是什么？借我肩膀靠一下呗。
子阳。干嘛？没遇到我之前，你喜欢男生还是女生？从今天起，我只喜欢你。不改了吗？那你想我改回去吗？那你愿意永远就这么跟我待着吗？我愿意啊，我想要我们好好读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考去外面的世界，过我们自己的生活。你像我的灵魂，像一只梦想的蝴蝶。我喜欢你是静静的，如你消失了一样，静静的，如你消失了一样，静，如，静静的，如你消失了一样，静。你是不是喜欢思阳？那就是他骚扰你，还是你们俩已经谈恋爱？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不怕他把你带坏？你还年轻，不知不觉你有很多大好的前程，你不怕你爸妈知道吗？老师，我求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，我跟徐子阳只是闹着玩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呢是暑假的最后一堂课了，我们来想想这个卷子。这个关键点呢，在于这个空后这个词 rest， 它是一个可数。徐子阳，你干嘛？徐子阳，干嘛呢？静茹，静茹，坐下，坐下。我们看第二题，完形填空。好好的吗？你干嘛呀？我以为你和我一样，都是真心的。我不想害你，真的。我是。你是什么？我是真的喜欢女生，你敢跟我在一起吗？你敢跟嘉莲做反抗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就想咱俩一起好好学习，一起考上大学，然后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算了吧，就到这里结束吧，大家都不会太难过。大家都在公主这边嗨呢。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艺术展。如果有事请留言。今天是2011年9月7日，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你好。
这店你开的？嗯，喜欢吗？挺好的呀，挺有我们小时候的感觉。你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变了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想象中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嗯，好好上学，然后考一好大学，谈一场金童玉女般的恋爱，再结个婚，生个子。对不起，我喜欢女孩。什么意思？嗯，就是我之后谈的都是女朋友。有必要这么回答我吗？嗯，你确定？不打算再找一个？再等等呗。等什么呀？等对的人了。话里的人算对的人吗？过去就已经过去了，都只是曾经了。Hi.